现在呢，晚上独自一人，想吃火锅，点了火锅，煮到一半，锅烂了，他退役了。OK， 他退役了，所以我换了一口锅，希望他不会退役，应该肯定不会。这很可以，没气的锅肯定行，等待吃火锅。看有什么啊，虾滑豆腐、肉、牛丸，还有鸡蛋、冬瓜、鸡蛋，可以，好吃。